有够歹撸的啦！哎，你细汉有咩听到？我想到细汉有咩话啦？我唔知，我唔知你变无用啥。我若是你心腹，我就是你阴气啊！我食苦当作咧食补呢。你又唔知我人生的经历，我加活你几落十年呢？什么什么？囡仔人啊，有耳无嘴，有脚骨袂讲，肥去边啊啦！小心，小心！我娘喂，啊，这赚不是当赚偌济啦？过去我好你好啊，我不爱做啊啦！我食苦当作咧食补呢。不行，老板，我不干了啦！我不干了啦！我不干了啦！谁？怎么只有一个？好好孤单哦！哦，好，你好，你好可爱哦！好卖力哦！我的天哪！哎，没有人当他的屁股，怎么这边啊？谁？你是谁？荒唐啊！你是谁啦？你为什么要来这？开枪！啊！来帮忙啊！你是来讲倒沙岗的？倒沙岗，哎，水，也算是一个其中一个帮手。给我带来一些好康哎，真的，我家己工作三重洗呀，三重洗呀，三重洗。第一洗，因为你要去，你要去迄落牙齿啊嘛，一定爱大声讲，大声讲。虽然这淡薄仔细机，啊，不过伊真大声，好可爱哦。那这有一支验钞笔哦，还要验钞哦？要啊，1000元要验钞。怎么验？没验啥？验哪里啊？对。啊，那想嘛？这有透明的，这个有没有？有这个才是真钞。哦。我们要真钞的。不是那个真钞。我没有真钞。那我验一下。你没有了，你 already 没有了。我某些地方还是有真钞。哪里？我不告诉你。我放这里哦。啊！我不想知道。我也告诉他我的真钞哪里还有。哎，职场性骚扰，告他。为什么都什么叫我去？因为你比较资深啦。我最讨厌人家讲我资深了。你会不会聊天啦？这里有筷子。你说你长得比较正嘛？哦，你超。啊，不然就拿这一碗。怎样不正？不正。这样，你们现在要忙？没事啊，没有火没得忙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嗯啊。那你们要滚啊！他没滚呢。不能等他滚啊。是吗？等他滚，他就会跳，他就会掉队了啊。哦。他都还没煮哦。对啊，还没煮开啊。我是水加太多了，没有啦，你都还没煮。啊，这个要煮多久？一个小时，差不多。啊，这个应该先弄的。这个都要先弄，那个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其实因为我们前置作业都做得蛮足够的，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差了一个火，但是就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但是因为今天礼拜天，原本只有预约一家，然后刚刚打了很多家都没有人接电话，都没有开，所以现在只剩下这一家是我们全村的希望，希望可以成功，因为我们已经 delay 了30分钟了，大家都用尽了全力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开摊成功。你那个黑胡椒刚刚味道了。那因为他这边的火，他突然开的时候，我没注意到，他自己自动开大火。嗯。然后所以有点焦掉。我在尽量在里面慢慢调，还是有点难。不好意思啦，你好，林丹将你顾啊，你真拍摄，真正有恁的支持，较疼惜哦，真正有够感动的。啊，我被卡完了。Hello。啊，我女儿。来帮你探班的哦，喝咖啡很冷啊。你对，你喜欢妈妈，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喝咖啡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叫我女儿啦，也有叫婷婷。
哎，丢丢丢！哇，那你刚才来给妈妈探班？对。好嘞，哎，来来来，赶快！好，我以为哥哥。Hello。是真的还假？是真的。可不是真的还假的？我还以为又是做做效果。婷婷啊，大女儿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以为哥哥，那你来给妈妈探班，那要不要来当帮忙一下？帮忙吗？嗯，好，好啊。真的？真的哈。我们这一摊正式开摊，加！怎么开始啊？零号在哪里？零号，你们总共几位？四大两小。好，那五大，那坐这里坐好了，坐三桌。二台二 C， 你也 C 吗？二台三 C， 好，组长。两个台。两个 C， 一个 V， 这样就好了吗？都牛。好，都牛。一二三四五份，可以先下午片牛。贴在旁边不会飞走的地方，然后你告诉我们他们点什么？两个台式辣。对，然后两个 C。啊，但是不是重点是它是猪还是猪？好，怎么了？你要跟我讲。大豆腐一份。要什么酱？要传统的还是？你要传统的还是泰式的？二号是在哪里？二号。那三号也可以来，三号，谢谢。三号你们几位？要内用还外带？内用三位。好，那先去坐。好，你自己找一桌。四号都可以。四号，谢谢。来，四号这边请。还有一桌是空的，就给他坐下去了。谢谢哦。等一下就去过去帮你们点。哎，对，玉米浓汤在那一锅，超大锅。哎，尽量找高一点的人去捞。哎，啊，旁边有两桶红茶。儿童餐具在哪里？儿童餐具就是。要自己带，没有儿童餐具。有，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拿纸碗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纸碗。